10分钟后开始，请报名成功的民众尽速前往回乡牧场农业小学堂内报到。桃园农业博览会，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吃饱了，睡觉了。
大家跟着我慢慢走就好了。好，来，欢迎来印度。好，早上来，现在要睡觉了。
走，而且去到斋浦位的话呢，因为没有高速公路，有可能会更久。好，所以说我们行程呢，本来是那个大姐的车子是逆时针走。你现在看到这个下跌的时候呢，一般因为这个下跌，像这个四月份、五月份呢，因为他们刚刚冬天的话，小麦没有成熟，那他们这个冬天里头呢，他们刚刚4月份13号了，他们刚刚收了这个小麦，收了以后呢，他们现在还是没有种。他那个晚上的是从7月份开始，如果说7月份开始的话呢，那就可以试。如果说7月份，那就准备先忙上房间，上房间以后呢，7月份下来可以吃饭。行程的话呢，你就不管了。明天早上，我行程呢 ，Morning Gun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Morning Gun 6点钟，6点钟 Morning Gun。高照，高照，哎，高照，高照。Thank you.
早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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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着要寄存行李啊，你要行种，要门爬到外口去行，行好才去种，才行到啥，挺麻烦的。所以呢，你拿贵重的物件，比方钱、手机、相机这些吼，看到底下上来当者，去当者就好啊。我重要的包包全放在车顶，先交给导游，由他来跟大家做介绍的哈。哦，我这几股哈。今天还要给他们打电话，马大哥，我们交给导游了。就等一下呢，到那个海西马里时候呢，我就会跟你们介绍这个海西马里的整个历史的故事。这个海西马里呢，它就各设了什么？就是乡间跑车、半跑车呢，全世界而且全印度呢，在阿格拉才有啊，其他地方是没有。在我们后面看到有个东门，在后面还有个南门，然后在这个墨，在进去陵墓那个地方呢，就是南城。那为什么呢？因为陵墓进去里面它是阳关。用了2000-3000的台积马里，但是呢，两万人每天工作22年，所以它是对称，这对称很重要。所以前面一排十一个，后面一排十一个，加起来一个。我们来演，这样根本收费还合理的，一百块。我想应该是。老上来了。
啊，你们要进去陵墓这个地方，因为外国人里面有一个特殊通道。这个通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蓝色线，有没有看到吗？虽然你们在到时候是有洞，你们要记得靠左边。这里呢有一个大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你要穿两个信号，对，只有这个地方要穿信号，其他地方不用穿信号。那到了这个大的平台呢，这里穿信大卫当年的话是有64个柱子，他的整个大卫当年的这个
那边的路程，就那一路有吗？高的省会啊，一个省会啊，大城市啊，而且它叫做广东市场啊，叫广东，因为它城市里面的那些啊住房子都是广东市的，都叫广东市场。那我们这节目呢是安排啊两个晚上啊，我们是住两个晚上，因为明天的车程啊大概也是四个小时，我们四个小时车程到那个啊柬埔寨。但是明天我们去那个柬埔寨呢，中间是有安排啊一个行程啊，有一个雪景。啊，这个雪景呢叫做月亮雪景，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
好。
个庙啊，它是后来呢被破坏了，被伊斯兰教破坏啊。印度很多是古建基本上都是被破坏啊，被佛教给破坏的啊。这里多的是那些佛教的这些地方啊，很多佛教的那些当时的文物呢都是被它的国王呢是在就是把这个整个佛教地方呢把它破坏啊。这个从这个十三世纪以后呢，在印度。这个佛教的历史和这个佛教的文化呢，全部毁灭了。那等到英国人来，英殖民地，英国人来了以后呢，英国人，然后英国的考古学家，他把这些佛教资料就把他们都是整，他们这个或者是保存家里拜完了以后呢，这些钱，那就是整个保留的，整个留下来这个部分。另外就是贴的，那那个地方是你的，英国女生的。所以明天中午呢我们就不会回饭店啊，因为中午呢是不会，反正就早上出发，那等到一出发呢，那晚上就晚上才会。
点还在吃啊？我去忙房间的事。全部这是谁的甜点？我的。原来是你哦。站起来。
Flexible. 来，哎，拜拜，拜拜，我来，好来，对。他怕鬼啊，不怕鬼。我怕鬼啊。
们比较快。好的，那接下来大家一起走，然后我们排队。啊，排队大家以后呢就可以，就里面照一下干嘛就可以了。因为大内场啊，一个黄色的啊，有一个黄色的城堡，那就是古柏堡，古柏堡的。啊，16世纪到18世纪啊。Thank you.
Thank you.
这部单曲前再加这个，再加二十四，所以如果没有太阳，它就到什么？